就像这样子岩浆直接从上面撒下来，感觉很强哎、欸。哦，会卡吧？就是应该会超卡的，防也很难救啦。就是万一有风的话，啊、嗯，重生的也不防岩浆啊。啊？不防岩浆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新设的防神点的。对，新设的没防，所以新设的没防。所以一出来就让他们沐浴在那里面，这样好太惨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记得是这样啊，这样有点坏耶，其实世界残忍。哎、欸，请问盔甲座怎么做啊？你要烧过的，我烧好了，我烧好了，烧底。然后你身上绿色书会指引你。不用啊，我查不到，有17页，我要查到什么时候？很难查。好，我慢慢查。要棒子吧？我有棒子啊，木棒，然后跟那个石半砖啊。对，石头的石半砖。对啊，再来就完哇！我想想，这两个可以吗？你红石有在挖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暂时没有。好哦，我刚我有很多红石啊，你要吗？我有很多红石。我要弓箭，我给你，你要前面，你要前面，你要前面。有没有那个、啊、青金石啊？完全没有。我也有。他们没在手架是不是啊？我没有防岩浆啊。我那我放这，我放这，你借我。好。够了，就够多下了。给你，没有22。我要重新翻书了啊，都你啦。秀，没事啊。哦，第9页哦。哎，我的脚不见了。直接跟你讲第9页是不是？第8页没有啊，骗我。哎呦哎。哦，哎，我到了。啊，打断一下而已。都被巧克力吸走了。放在家里了。哦，箱子里有一个人哦，家里有一个人哦，然后中间大量经验。经验喷泉。哎呦喂呀！可以、啊、他们有人去下面挖。哎呀！啊，收到了，有人。盔甲座做不出来。啊！会不会是有他那个出问题？哦，怕死了，变黑死了。对。哇。嗯，他可能是怕会出问题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换另外一個方法。哎，我哎，洋洋救我，洋洋救我，我用错了。哇！书技能书 Q 出现了，难怪我刚刚明明就核对没出现，害我追你耶，对，他想要杀我，死命追，保护你，狂追猛追，玲玲继续保护我，有，Help me， 暗示者哇，哦，已经抽到东西了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啊，是巧克力哪抽到的，箱子里面的，他们在中间吸很爽，吸超爽。才把我的免洗岩浆桶弄掉了，喷泉吸收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副手武器哦，我拿来煮手。副手武器灭全，那让你的副手变强。狗狗过去铁矿那喽，放副手才变强。铁矿没有，有人呢。哦，哎，金矿区有人哦，我没有武器，王八蛋。哇，王八蛋，这个很凶哦，哎呀，很气哦，这个很凶哦，凶哦。王八蛋！解决了，帮你解决了，没事。真低级！哇，你这样、你这样会上靠背板哦，小心一点。关照。哎，这个在干嘛？你好。你好。射、哦、到了。总要把石头多烧一次，我烧了，我合的是对的，只是。做不出来而已，应该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用到盔甲架吧？嗯、对啊，太屌了！哎呦，哦、哎呀，吓死人哦！原来是天眼兵啊！天眼啊！啊，不就还好，我没有喝隐形。哎呦，省了一萬。对啊，所以我这时候就是想要放红石砖跟 TNT， 就直接把它炸掉啊！刚刚一直想这样做。哎、嗯欸，那个，钻石的，哎，我没事。好，没事，还没事，没事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没事，我想到了。好，可以铺路去挖，矿工比较少。啊，我的钓竿不见了，可恶！左边山上有人走过去了。钓竿不需要啊，没有，我只是想看他的说明书。在蹲呢，在蹲呢。哎呦，我要在哪钓鱼嘞？挑个好地方。这里，有人开钓了吗？哪里？这里，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来，只要有看得到跟我走。突然很想空旷，什么？這什麼不要，那边好恶心。这里很棒，我的饥渴疏解了。等一
等一下，不是啊，一定要挖矿。等一下，叫守护者挖矿。摸一个就好，摸一个就好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拿那个吗？给我一个，你不要抢。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我好渴，我很渴，我很渴。不挖矿的话会很饿。旁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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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你想拉条扣？我刚刚不应该给羊羊，就会很饥渴。我是挖掉了吗？饥饿。哎，受不了了，然后就好紧加死哦。为什么还不行？他还是在凋零哎！我在凋零哎！是因为太晚，太慢了吗？太晚了，太慢了。你的饥渴没有没有来到吗？你们玩一看看，没有用啊！完蛋啦！没了，就真的时间有了。那你这样怎么办？你要我要凋零凋一分钟，超久。好饿，有没有牛排？小雨分我吃，快点，快吃！小雨分我吃，快！来不及了，小雨你怎么自私？啊！凋零凋零自私了，离开了黄金洞找我，太远，黄金洞更远哦。原来老师两个门口，哎呦，去黄金矿了。别啊别啊！哎呦呦呦，有本金！哎，我在种甘蔗，不要弄我啊！种甘蔗。哎，我要黄金。你要黄金？你想要黄金干嘛？哎，要把你甘蔗打掉了。你想要赌我是不是？坏，好坏哦！真是坏人呢，跟你一起。坏人。甘蔗，我们的甘蔗。后面有一个。往调大声。阿金阿金阿金。好好好好。我是没武器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好痛！他只看我，他只盯你一个，只看你。对对对，一生只盯你一个。有点可怕。再来那个喽，发光喽！发光。小雨，你要不要去黄金洞？黄金洞累了。好。黄金洞累。那有没有要攻啊，或附一个强势？我你的哎，哎呦，阿弟家里好难，家里前面家里很箱子楼下那一个箱子，哇，被震下来了，好，你要哦，我点不开箱子，哦，我点开了，剑石给你，哦，可以当了，哎呦，震哦，震矿那边，矿震不上去，点不开箱子，太震了，太震了。超难点，超难点！太正了吧！出门不要正我，出门你很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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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杰瑞，杰瑞，你杰瑞，阿金要正。哇！跑掉了，小雨你不美了。好了，我只是想要个素材而已。来喽，来喽，正了。好的。哇！把这个水平。谁被三波被追？本机，就是他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对啦，就他啦，哦，打他啦，这是还是很对，很甘蔗之仇。什么？其实我这边还有，可是真的很少，很少。我帮你送，我帮你送，我帮你送。后面有人哦。哎，谢谢。我还有，我还有，我还有。有拿了，拿了，拿了。有资源，资源。所以不用我了哈。这边太小，不用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不用了，我不用了，不需要你，暂时不用，我以后没玩燕宁，不要这样，后面有人呢，收下 ，Help me， 干嘛？打他什么盾牌？我的钓竿没了，再去买。哎，他盾牌没破到盾哦，再用两个铁换一下。对，提什么盾牌？好了，哇，今天。这么凶，王八蛋，凶爸爸，那是语助词啊，那不是语助词了好吗？不是语助词是不是？对哦，那你好，你好王八蛋哦。那个，哎，这我从小被骂到大的耶。你从小被骂到大的语助词。对啊，他们就说这是语助词。白痴哦。OK。No OK。No OK。No OK 哦。No OK 哦 ，No OK 哦 ，OK 哦 ，No OK 哦，好了，我来钓鱼了。啊！举着盾吧！哦，肚子饿了，肚子啊！你干什么？就举着盾啊！你就举盾啊！
我要现行了啦，肚子饿了，完了没有蛋丝是不是？没有。胡萝卜。啊！啊！回去了，你回来了。肚子饿啊！这个饿到回家。刚好。啊！我不能游泳回去，我好痛苦哦。啊！有谁需要岩浆都可以说，我们这边岩浆供应商。岩浆多到爆炸，是不是？他既可以丢个牛排，有没有牛排？有。家里箱子很多，家里箱子很多。我在前线，我在前线。哎、欸，现在有谁在挖矿啊？我要帮他放那个。小雨，黄金矿。哇，是有交接的，是有交接的。看要去挖一下青金石哦，青金石太少。嗯，有啊，酱油在挖。升得很慢的感觉，经验还好，很慢，经验超慢。不是，是要靠经验喷泉，为什么感觉挖矿经验是二有加过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很多、欸，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看什么？你太扯了哦，你太夸张了。干嘛？本机太快了哦。哎，家里有一个，家里有一个。哦，我去岩浆了。黄金矿两个，三个，到三个。哎、欸，家里抓起来！哎、欸，入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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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矿。好，金矿楼上烧起来了。好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太多人了，烧起来了啊！烧起来了，我死翘翘了。你死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我没有吃的，我要去拿吃的。我打过去。哎呀，要陷阱了。哈哈哈！回头的他上天了，他上天了，耶！第三方，中间都是岩浆，快、哦、中间好多人哦！快坐木船，哦、快坐木船，快坐木船，木船，哎、欸，我木船木鱼，放到我自己了，烫到烫哦！哎、欸，右边有人入侵，右边，而且那个天眼兵没了。是，我去找他。怎样？没事。我觉得不需要我啊。哎、欸，他进去了，他想进，还想进。他在点，他在点而已。中间这房子不是不会烧吧？没办法烧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不会烧啊。刚才讲要用岩浆啊。叮叮，右边还有一个。好，右边放了一些岩浆。哦，他们是把怪引过去，是不是？嗯、他想要刷那个燃烧吧？刷他那个装备。嗯，我抓装备吗？好像没有。哦，没有。三等，没掉啥、欸。如果掉到幻雷的话，不是可以换那个吗？哦，那个吧，怪物掉了一把。有人来了，哪里？水里。哦、OK。水里。水里。小丹，你小心哦。哎嘿嘿嘿。小丹，那边超危险，你赶快过来。嘿嘿嘿。后面还有人在射，你赶快过来！阿古狗哎，哇 ，Doki， 放一个这个盾嘛，让他，你要干掉，耶、yeah, ，射不到，下面的怪是不是？呀、yeah. 嗯，哎、欸，右上贴的，绕过来了，绕我们家右边，来了，哎、欸，好两个、哦，两、欸、个、哦，这边创造一些石头，等下都可以直接用走的。看到，哎、欸，你后面有岩浆哎、欸，他倒水，这是谁倒的、啊我想说我走了，走了，原来我倒在后面去了，原来是你倒了，我想那是谁倒的，倒完了，又来了，他没有，我们两个都挖洞吗？这里又有，这里挖洞，很多人了，有一个跑掉了，哎、欸，这里的天眼在哪里买？我都没看到，家里。中间打一下吗？家里后面那个又来了，右上，杰瑞右边，箱子另外侧。就在山坡上哦，看到山坡上啊，好，那个牵线好讨厌啊！你的左边、右边啊，我的右边啊，我的妈！对，上面有人，看到有，看到。嗯、这个不好，这会掉装吗？会掉绿宝石是不是在？那、欸、岩浆不见了，那是我，哈金，那是我。哦，先不理他好了。杰瑞这边有一个，哇，那个线好痛、啊，小心。欸跑去哪了？扒光了、哦！哇，你这样摔啊！下去了！是他死了。我三。哦。弓箭手。我三还不够。
有没有青金石啊？青金洞有人吗？看酱油刚刚那边。喂，四个。如果在他们的那个绿宝石附近都是黑曜石的话，哦，有够过分，复合钻。哦，天哪！绿宝石用二三六六根啦，好猛啊！六根黑曜石围住吗？没有，我只是体力而已。啊，好多，还需要获得钻石啊？对啊。哎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先到岩浆再倒水啊。哎，谁要青金石啊？我要侵略过去。哇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哇，青金石家里没有了。那个切线好吵啊！真的。哦，他自己没装欸，就是一把弓而已，我就一到处这样走了。哇哦，哎，雨月也是要青那个绿宝石啊？我要青金石，我不要绿宝石，给我绿宝石干嘛？不要亲我啊！哎哎，这里没有岩浆，这里是不要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等一下，我要下去倒水，我要泡水，我要泡水！哇，泡不到，泡不到水了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自己要泡水啦，这我太少，他继续泡水，然后就被那个牵线弄死。天空，没了吗？还有没有青金石？有，哎，这边雨月，哎，哪里？家里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啊！我这白痴啊，我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要三四段，看一下，等一下怎么变三四段了？因为家里现在变三四段了，有他黑曜石。它绿宝石的上面跟，那我插一个，插一个，插一个黑曜石就可以堵住了。哇！救我啊！救我啊！我好可怜。不会啊，他可以用空拳把黑曜石。